嚟紧12月系教会嘅收割月，亲亲邻舍圣诞嘉年华，喺度呼吁弟兄姊妹捐出全新嘅礼物作为摊位派发之用。我哋一齐以祷告加上行动去祝福社区。请各位弟兄姊妹留意，喺教会侧门嘅一楼平台正在咧铺设防水嘅工程。在这段期间，请使用教会地下的正门出入。在下个星期，我们继续去探访葵芳村，弟兄姊妹2:30在教会地下集合。